因为每一把作品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从零件开始都是我一手一块一块把它做起来的，所以它对我而言真的是很私密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它真的是你花了很多心血在这种东西，然后我只想给真的很喜欢的人拥有，所以要跟我定制我的作品的时候，你要经过我的审核，